您现谢收听的是《公视每日新闻》，我是韩莹，但您一起关心八月九号的重点新闻。台风卡努造成南投仁爱乡奥万大山区的万大溪主支流新增多处的大型崩塌地，河床大幅抬升，而奥万大的雨量站二十四小时最大雨量是六百七十二点五毫米，暴雨超过两百年的重现期。灾后到现在仍然是风源。 美国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曾经在2020年以现任的美国官员身份访台，也是四十一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现在克拉克表示，将会在9号到12号再度访台，以科技外交官的身份，希望强化美台四部门的关系跟产业合作。 日前，桃园中立的中坜市场爆发了食物中毒案，共造成四百八十九人身体不适。食药署表示，目前已经有七件人体检体跟三件的食品检体验出了沙门氏杆菌。最近也将启动异国料理餐厅的稽查专案，也规划沙门氏杆菌等微生物卫生标准抽验，来加强高风险食品卫生安全。高检署扩大侦办航特部中校等人涉泄国防秘密案。 日前羁押进谏，涉嫌刺探并且外泄区域跟中央国防演习部署秘密的花指部核心少校获准。高检署证实核心少校在押，并且表示会依法侦查当中。台湾石虎目前全台只剩下不到六百只，农业部近年积极保育石虎，林业还有自然保育署更在苗栗、南投等石虎主要的出没地推动友善农作。 石虎宝玉今天也传来振奋的消息，林业署表示，近期在曾文熙的下游侦测到了石虎的踪迹，这也是继2006年在台南白河路寮水库发现之后，石虎回违17年再度在台南现踪。以上新闻由公视制作，谢谢您的收听。